过夕阳也都会是我们的，不会再想不肯做了。唱一首属于我们的歌，让我们的伤痛慢慢慢的愈合，明天我又会是全新的。当背包客，对，就是自助旅游。OK OK， 好好好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欠他一个金牌，欠了十年，没有欠整班的金牌，欠整班全班的。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十年后在通讯产业上发挥一点点。嗯哼， 那你愿望有实现吗？半途而废。半途而废。我现在完成一半，真的还不是人气，但是就是有找到很好的，算一半的成绩。完全达成，真的吗？我写了车子、一台、房子、一栋、钱包。哇塞，全部达成，全部达成，太优秀了。但是有达成啊，有达成，恭喜你。那你的愿望到底是什么？我想知道。愿望是赚大钱，然后找到一个好老婆。那都达成了，都达成了。十年之后写了，时间在改变，我们的默契不会变。希望十年之后看到的大家能够成熟稳重，事业有所成就。